WIT 的聚集精英五教学之工作台在哪里？秘密武器篇。WIT 要分享任务七秘密武器三个工作台位置，在不同任务找到工作台可以解锁武器的配件。手枪工作台在地图左下，溜下斜坡放倒骑机车的敌军，接着往左边山路走。过树桥要蹲走，前方有狙跟猎兵。DLC 的手枪成就要解锁，结果准度超烂，两个敌军用七发。放倒萤火旁的敌军，往右边走。在桥旁边的斜坡溜下去。接着走与桥平行的路线过河。过河会发现桥上有工作台提示符号，往桥下移动，背对桥的方向有一个洞窟。先把发现 WIT 的敌军放倒，拆掉洞窟上的木板，没铁锹慢慢拆。在洞窟里可以找到手枪工作台，冲锋枪工作台在地图中间上方。WIT 建议从暗杀目标建筑最上层的捷径到圆顶建筑，捷径到圆顶建筑面对面的敌军比较少。在圆顶建筑下楼，下楼到第一个房间，放倒房间内三个敌军。通道走到底上锁的门，如果没有钥匙可以走左边房间地上的通风口进入。有钥匙就直接开锁进入。房间内可以找到冲锋枪工作台。步枪工作台在地图中间偏左上。圆顶建筑一楼出口出去往右，放倒观测塔上的狙击手，沿着道路走一小段距离，从左侧斜坡往上走。到阶梯尽头左转，遇到岔路往右。走金属阶梯下楼。到建筑旁边的窗口爬进去，对地板上的掩盖物互动，
跳下房间可以找到步枪工作台。暗杀名单无法解锁武器方式，除了用射击钩索让 V2 火箭降落的方式可以解锁武器。V2 火箭上方有一个降落开关 ，WIT 有用降落开关让 V2 火箭降落砸死暗杀目标。会无法解锁武器。确认完成暗杀目标，不会显示挑战失败，但武器不会解锁。不知道是只有 WIT 遇到这个问题，还是其他玩家也有遇到。工作台在哪里？秘密武器篇影片到这边告一段落。还没有订阅 WIT YouTube 频道的，请协助订阅 WIT， 感谢您。有什么想说的、想问的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如果喜欢 WIT 的影片，请协助按我喜欢加分享。想先看到 WIT 的新影片，可以开启小铃铛通知。我是 WIT， 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I'd call that a success. No one's watching anything from that anymore.